一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有感觉到有人同情陈柏惟吗？第一个，我去菜市场，我忘了我去哪一个菜市场，很多婆婆妈妈会出来投罢免，他们会投罢免，为什么？我不会问他为什么来扫鬼，因为少奇啊，不要给啊，也有人支持 Thank you 哥啊，他用支持的方式这样，也搞外面哇，你刚冻掉了哇，你笑个屁啊啦，那个一听起来不友善的那个，大概就是对霸 Q 团体不友善的，那个一定是挺 Q 的嘛，所以感觉温度，因为我们选举过去菜奇啊，你看过七者啊，注意你感觉会出来投票，还是会年纪偏长。那过去上次哦，Thank you 哥他出来，因为他得票，很多年轻人返乡去投票。他的主力我看应该是年轻族群居多啦，应该是20到40这一块。那现在就说，现在包括从很多民调、媒体民调看出来，就是年轻人这一块如果没有回去投票的话，当然会有变数嘛。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在边缘啦，就说现在要25%投票率才会过嘛。从包括美丽岛电子报，还有过去媒体民调，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边缘，要过不过，所以现在最后10天关键是变数嘛啊，所以主持人刚刚提到说抗中保台，国王民党讲法就是说啊，申琼科被罢免，或林长佐被罢免，啊，国王委员会就少掉2席，哎，委员会弄水洗也该算的嘞，民众根本他们可以委员会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太能成立啦。那第二个。抗中保台到底老共力量，主持人刚刚暗示说什么老共力量或红色力量有没有进来？有啊，那个央视那个海峡那个什么哈两岸的节目里面就请到了来宾就这样讲啦，这个国民党一定要罢免那个陈柏惟啊。没有了，这第一个我讲了，这个老共哦，其实较点的啦，无也代志，哎，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关。代志啦，他们那边连罢免制度都没有。对啊，他拜托，他们连民主连选举都没有，所以骄傲的制度啊，你北京哦。隔山观虎斗，你徛远的无你的代志啊！你内部家己新闻遐多，你欠电的，你就报你内底欠电的。我觉得说，老公不要插这一脚了。然后第二个，我来讲，有没有政党对决？我这么讲好了。我下去。赵新骗人，赵新说没有政党对决。你们国民党的邓北部下去，立马下去，然后高雄的上来，然后主席都已经发誓了，不敢承认，人家又输不起。这个是一个四面上的看法吧。不然你再给我30秒，我下去跟霸 Q 总部聊。他们那边的人的讲法是这样，他们不是很欢迎政治人物下去。霸 Q 总部钱哪里来的？我哪知道？你问伊啊。你不知道啊？不是严家公司的哦。没有啦，你这样就当然严家有他的力量，那他到底介入程度多少？这个也是一个检验的过程，这也是那个。严家可以检验吗？他们说严家有威胁力量，现在呢，反对罢免的人都不敢恭维嘞。放心，我们罢我的呢。哎，我要坐了，我无看。可是第一个，你说没有政党的力量下去，罢 Q 总部是不欢迎国民党大头或政治人物下去。这个我可以很一五一十，我可以公平的讲。那至于说第二个，严家力量有多少进去，这当然就是攻防的一个过程啊。想 Thank you 也够啊，说啊你什么民党也在讲啊，说罢 Q 成功，严宽恒就会出来选啊，这个对整个罢 Q 的力量也有影响，所以罢 Q 总部他们是希望回归公民团体，他不希望政党力量进去。那你下去支持是用什么角色支持罢免的？我是跟董志生下去啊，我们是用民嘴啊，我也想了解一下那个温度。你是民嘴，我下去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我不会。针对说啊什么，董事长为什么要去罢免陈柏惟？我了解，他是金门人，又选区又不在台中。我也台中出身呢，我是台中台。所以你们都那个不敢是真面目，用名嘴的角色下去罢免陈柏惟，就表示名不正言不顺嘛。第一个温度怎么样？第二个，我也不希望用就给他们言论说啊。本来罢免就是一个检验过程啊，而且这个罢免案，这就是报复嘛，就很简单嘛。你说40000多人联署他来报复吗？啊，最后能不能得了？刚刚我第一次听到 Thank you 哥把他过去的问政成绩公开下贼了，我觉得这很好啊，你都交给选民去决定啊。我觉得好，这个东西不是人格的抹杀，只是台中选民可能觉得说，柏惟兄。如果关怀台湾跟关怀世界更多，是不是有其他的位置更适合啊？这个就台中人心里面去想的。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民进党的朋友，刚刚这个议员委员讲得很好嘛，可能是因为执政党有一些包袱，好拖累到这个三 Q， 比如说我们讲说4000万剂提案，或者是进口来猪的提案，啊，逼着三 Q 哥可能要去跟着民进党投一样的票。那我还有一招，我觉得可以救三 Q 哥啦，那就是看礼拜三的这个中常会。好，蔡英文总统能够带头道歉说，拍谁是我们的做错事情，拖累到三 Q 哥，不是他的问题。那我觉得三 Q 哥就有救了，可以气化嘛。就是你遇到，大家叫三 Q 哥回答一下这个郑兆新的那个以上的质疑哈。
所以我是不是先回答？哦，好的，我先讲。一定有人讲的，我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咱爱讲起来啦，哈，就是说执政党面对了这一次的疫情啊，哈，这个全世界发生疫情啊，哦啊，民进党国家呢，到目前是已经连续已经加零啊，今仔日讲一个，哦，已经顾到我们尽了顾到最好，但是疫情没办法百分之百，所以我觉得疫苗的问题，啊，伫国民党伊迄阵差疫苗是咧差啥？一个月爱买4000万剂国际认证的疫苗，都没有一个地方买得到啊！就唯一想象的啊，就纯科兴跟国药尔。所以，我们是否决了这样荒谬的提案。我们并不是否决台湾要买疫苗这一件事情。所以，就底下讲白贼，啊，用这种扭曲，啊，甚至一个党主席跳出来讲陈柏惟零提案。零提案这种物件是很严重的指控的，而且这个物件是最容易查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有煽动力，它就是马上会变成一个标题，然后这个标题就会变成一个魔咒，就会框在 3Q 的一个齁，它的整个这个选举的一个齁罢免的这个过程啊，想到里面的造谣啊，后面他细细啊那回事类似的说啊，我不查好啊，党媒的时候都没跟他大声齁，所以我认为说国民党不要在这一次的罢免里面还在当小白、当小乖，实际上因的是后面操作的始作俑者啊，都底下 gay 啊。你说民党的态度，我们就很清楚啊，因为三 Q 是让他代表的就是台中中二选区的选民，过去用所有的选票给他这次机会，所以这四年就是陈柏惟要回报给这个选民啊，一呵呵表演的过程啊，你想要你人还没表演很爽，人嘛无讲吼。我已经看到都吼有后一碗，后一碗饭得较大碗，得较好食，我就要走去遐。人嘛无安尼，人就要一只好好啊做。为什么不给他四年的时间，证明给台中的选民看呢？刚才这个赵兴其实透露了讯息，就是故意说你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叫你把这个立法委之后，我最后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其实叶委员是我是他的粉丝哈。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看那个新闻哈，就是拍地出后顺，然后呢，这个议委员考上台大法律系，好，所以我是你的粉丝哈，这个新闻我记得很清楚。不能讲，这样不能讲，所以议委员先生了哈，议委员他是喝酒，媒体讲的，我不承认，他觉得是喝酒，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拍酒的？所以这个议委员对于中华民国法律一定非常了解。根据中华民国法律，我们根本不能够购买中国大陆的疫苗嘛，所以这个提案它一定是在讲其他国际认证的疫苗嘛。那其他国际认证疫苗就是一个月没办法嘛。我们也是，所以这个提案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层次，但是不可能是中国疫苗，因为无法被执行，所以我们就把它否决掉。但是从头到尾我们没有拒绝买疫苗啊，议员。然后我们是授权给执政党政府说，你可以去挑，从里面去挑国际认证的疫苗。那我请问一下，民党政府会笨到说去买中国科兴吗？赵兴兄，不是我们。不用立法委员的提案，本来执政者本来指挥中心就有权利去买疫苗，只是他要买在当时买得到最有效的疫苗，就这么简单啊。这个题目是什么？讲较白，一个月买4000万剂，讲较白就是要糟蹋啦，要糟蹋人啊，要在做场的啦。啊，既然就知影在做场的，阮才否决掉，迄有啥唔对？这个我们当初的执政党政府是一直告诉我们的人民说，其他的人不要过来买，因为我们的政府买得到疫苗。那今天说法又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人民会混乱了。啊，这样子又要去那个啊，所有的罪就要这个怪到陈柏惟身上。疫苗的法案，我想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忽略了一个背景啊。前一个礼拜，其实我们有一个临时会哈，已经开了一个礼拜处理1700多案，从早到晚，而且当时的招委还是国民党的。那为什么在那1000多百个对案在提的时候，大家不讨论？你用突袭式的提案，大家正常攻防都知道那个一定要否的啊。那个东西你这一个礼拜都不提，你都不提都不讲，啊，最后在院会要表决的时候才拿出来突袭式提案，正常的执政党都不会去同意这种提案。你认为这个反对国买国际疫苗跟呢这个莱猪这些案子在挂了很多的看板，对你是有多大伤害？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澄清的过程、啊、你会信的会信、啊、或者是他拿来 给他们的支持者当武器到处乱讲，试图影响中间选民增加基本盘、那但是所谓中间选民他还是有一些能力去分辨、啊、不管是透过网络或者是他现场感觉，他说支持校园进来租就不要说校园，台湾现在都没有啊，这个是事实嘛、啊、你硬要用这种方式去打，其实民众都会最后都会反感。
第一个是突袭式提案，第二个大家要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可以说几乎国民党的高层和前辈已退休，党主席啊，甚至是三代公务员，全部跳出来说不要谴责中国疫苗，也可以开放讨论是否有机会施打。那我们那个案如果提过了，我认为这个理解很简单，它就是在立法院的提案，所以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立法院委员在处理的嘛。你这个案子过了，一个月4000万剂，他们就国民党就每天来咨询，陈时中买不买得到？买不到，那我这一张怎么办？4000万哪里来？啊，中国还有为什么不买？不能买，现在法律不行，那我们来修法。哦，民进党不敢修法，这一张违约，他后面就是要我们不要盖同意那一张采购可能有中国疫苗的决议。目的就是希望后面不要再吵这件事情，大家赶快去买。大家要知道台湾人其实是有善良有良知的。反对采购疫苗这6个字本身会下地狱，欸，不要说我认为国民党的疫苗，我认为国民党的立委他也不敢反对采购疫苗。可是你今天把这个帽子戴到我头上来，大家一定会去讨论嘛，变成攻防嘛，菜市场拿着那个麦克风就讲说，啊，海西人啊，穿对疫苗啦，啊，进口消毒啊啦，他们现在都讲机器毒品，然后吃毒啊，要么，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在讲啊。明显那一次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他们现在罢免团体就是在菜市场讲这些话啊。我忘了，我想他刚刚另外要提到说，啊，到底后面有没有人？第一个几个指标嘛，第一个招牌重复性很高嘛，就是过去选举的时候那些我租不到的地方啊，现在突然都租得到了嘛，啊，然后都是刚好是罢免团体租到的啊，这个就很难理解。好，那到底有没有介入？这个可以参考。第二个，请客吃饭有没有开始发生？哦，大家，我想我选区的年轻朋友哦，或者是在外打拼的，你可以打电话回家问爸爸妈妈，这件事有没有发生？有没有请客吃饭？那，啊，这个请客吃饭到底是啊私人聚会还是公共的行程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去，有些人不能去？这个请客吃饭是对的吗？第三个，有没有电话关心？我自己的例子哦，我的监票员，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监票工作人员，他们被严清标打电话，为什么要支持外地人？这个是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实在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把我罢免掉嘛。那这些事情是政治的一部分吗？这些事情是作为立法委员，的工作职责之一吗？这些事情是正常的民主国家会发生的事情吗？我从来也没有提过我的选区是黑道。我如果讲我的选区是黑道，那我就是黑道立委了呢。我从来不会去讲这种话。别人对这个地区怎么想，要知道，在我之前，他从日本时代到现在，从来没有政党轮替过，是到我出现之后才第一次政党轮替。哎，那你怎么会把那些过去的事情贴在我身上？我不能接受。当初大家2020年1月11号选择了一个改变的机会，那我来就是要让大家觉得这里不一样嘛。我们选区选出来的人，可以在立法院每天看到他。只选了1000多分钟，拿30秒、1分钟出来剪，好，那至少看得到他。哎，选区有一种光荣感啊。黄秋生来台湾，我也邀请他来台中；486大哥来台中，我也邀请来我的选区。那这些东西名人效益也是我选区上之后积极要带来，大家来选区消费，好，不要来消费我们的选区嘛。这些事情都一直在发生，在电视。哎，对民众来讲，哎，我算出来你为一世人没看一上电视。我上电视论证，除了要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表达议题，另外一方面也让选民知道我们平常在干嘛嘛。那地方也有在跑，怎么没有在跑？大家跑的地方不一样，也是有在跑啊。所以这一些事情，大家对我们都有做，最后没有办法就打那些软肋。我有没有一个提案是全部都绿灯，我一个人红灯的？我有没有一个提案是我跟全台湾的人都不一样，故意要找麻烦的？我有没有一次表决让全台湾的人觉得我是神经病？我明明有的时候跟实力、跟民众，有的时候跟民进党，我就只有没有跟国民党合作过而已。那你当然国民党要针对我，我觉得这天经地义，但不要演的好像都跟你们没有关系一样，这个是我比较的。两位应该都有去到现场吧，都有来我们第二选区走走看看，不是吗？有。对，你们真的很讨厌，我觉得我不是人，然后一定要拿旗子去罢免。哎，国民党当时朱立伦请假选总统，我也没有去，哎，我们也没有罢免他。严宽仁这次我赢他5000票，之前他赢1000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罢免他，对不对？主要我那没投票权啊，主要雷亚西李双姑。那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家公民团体既然邀请我们，啊，我们当然有这些的民众有互动。不是说公民团体不希望你们去吗？
对啊，国民党邀请我啊，他不会邀请政党的领袖，差很多，你知道吗？希望大开下来，他们其实也不希望把他炒热。你们已经来了快30个议员了，国民党没有必要跟罢免案做切割，但是我们会全力的辅助公民团体。你们连党主席选举的说明会都不见得有这么多议员去到现场，哎。许在雄哈，这就是今嘛这个罢免制度，因为25%这个当时是修法通过，这不是您修改吗？民进党跟国民党哈，大概是两个党的动员能量啊。应该是按你讲的，差不多都有20%上下啦。你看民进党、哦、现在大家都20%啦，那、嗯、所以这一套制度就是说，从韩国瑜的时候被罢免成功，但是韩国瑜有他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背弃选民嘛，所以选民不喜欢他。他后来是他罢免的票比他得票还要多哎、哦，但是你把这一套制度去灌在一个小党、哦、小党的一个民意代表。你就会发现，哎、欸，这件事就产生了很奇怪，因为两个大党在冲撞，两个大党都有一定的动员能力，然后你去期待一个小党，他要去反动员，哦、一个反动员，然后去跟这个台湾的两个大党去做较量，去做 PK， 所以这个就不合理。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要去思考说，三 Q 现在他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说以他个人，然后以一个激进党这样的一个小党的一个能量。事实上，他很难面对这么大的执政党铺天盖地用所有的资源去轰炸他们。哦，你说媒体上也是轰炸，地方的资源是轰炸，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是悬殊的一个比较的。这个我补充一下啦，其实咱台中，我们台中看其实很少是看党。那台中坦白讲，第二选区的乡亲，你说多少人会了解国民党在干嘛、民党干嘛，或者是激进党在干嘛？可能也不多。但他基本上是对于代表这个政党在这个选区的政治人物啊，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一个评判或者做一个想法。所以刚刚议员提到的是罢免这个制度，但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它只是一个机会让民意可以展现。所以在民调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他同意罢免？我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那还有11天的时间，如果找到原因，如果说服民众，那我认为两边都有这样的权利去呼应自己的主张嘛，这就是民主嘛。所以你们还有什么新的这个爆料？好，攻击这个好，应该不敢要问媒体的，因为黄阳明突然跑出来讲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民众说你们这个好物极必反，因为把他这个打过头了，同情他的这个支持者越来越多。对，因为在那个好感度调查，朱立伦对在那选区头好感度比他差哎、欸嗯，那你朱立伦下去罢免什么，人家就比讨厌陈柏惟更讨厌你啊！结果是反效果，对啊，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